小刘哥哥，那今天的经典音乐会哦，要来介绍到几位歌谣创作大师的作品。好，那讲到这位创作大师哈，会使讲真无简单。嘿，伊呀，刚刚只了做四首歌，啊，都轰动全世界啊！除了咱台湾以外，全世界真侪人拢听过这四首的音乐。什么歌？叫做《四月梦雾》啊。哦，你安尼讲我知呀，就是丁武贤老师咯。对，哦，丁武贤呐，会使讲伫咱台湾呐，是一位专职的作曲家。嗯，虽然伊的生涯短短呀，无几年啊，但是伊写的歌哈，譬如讲这《四月梦雾》啊，是就是叫做《四季红》。对，月就是月牙树，梦就是梦春风，雾就是乌鸦飞。对，相信咱的观众朋友听到这四首歌，拢是丁武贤先生所写的歌，绝对会感动。讲哦，这歌实在印在咱台湾人的心内啊，非常深啊。所以，伊在咱台湾的音乐地位啊，是会使讲无人可比，是非常非常的崇高哈。我们现在哈，过来欣赏丁武贤先生伊的作品。系。沾起杯回忆
一定有很多朋友都很爱听我们的台湾民谣。你如果在听台湾民谣，我相信你对邓宇贤老师一定很熟悉，他写过很多很多很好听又很感动人的情歌，像我们刚才所欣赏的乌雅花还有望春风，这都是他写的。所以在今天的单元里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几首很好听的歌给您欣赏，继续为大家来演唱的这是月夜树加四季风，我们做一下欣赏。
飞。